Hello， 欢迎来到 YouTube 频道，我是小伟。今天我们要开箱 PDCG， 今天要开箱是什么呢？黑暗亡灵。这次看到主要都是一些幽灵系的宝可梦出现在上面，有我们的喜翠的索罗亚克、耿鬼，然后以及诸如此类。哦，这次有皮卡丘，然后有机会开到 CHR， 皮卡丘的 CHR 很好看，图超好看的。那这个保底希望有三张 CHR 啦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跟之前一样哦，每包币含两张闪卡。好哦，马上开起来。像这种系列就会很想要开到封面，对不对？封面的索罗亚克应该就很赞。好，各位，马上开起来吧，我们第一包。我们慢慢开。慢慢开，这个包数比较少。第一包哦，还有一个特殊的菱形伞，超音符，毒粉蛾，魔强人哦，有一个哦，这是光辉的喜翠牛大牛啦，光辉的卡片，大家有印象吗？上一弹也有出现，光辉的喜翠大牛啦，然后它这个是色尾的哦，色尾的不错不错不错，我们第一包就开到喜翠光辉的喜翠大牛啦。那后面的话，花园怪还有一个宝贝球的闪法，应该在某个角度哦，这角度应该稍微看得到一下，嗯，还不错。花园怪，好，那再来下一包。年年宝，我好像发现有 V Star 的出现。睿智狐，下一个是喜翠的年美鹿龙，年美龙。喜翠的年美龙，为什么它不是叫年美鹿龙吗？喜翠年美龙 ，Mistar，OK，、okay,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它的特性是湿润星星，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这只宝可梦的 HP 会完全恢复，哇哦，哇血量是270，好像也没到很高，哇哦，等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招式，它的招式一水一钢一五打200。下一个对手回合，他减伤80滴，等于说他的血量可以来到350滴，哇哦，这样还蛮硬的，就很好对付一些小的小人牌之类的。皮卡丘，各位，开到我们皮卡丘了，很可爱，超可爱的，这我要另外留。皮卡丘，哦，我们看到一个闪的皮卡丘，耶！真的很可爱，哇，还看到闪的，我有印刷线啊，中间有一条印刷线，可恶！这宝贝球闪有够漂亮，看到闪的好开心。但我想要皮卡丘的 CHR， 大嘴蝠雪地怪，这雪地怪的背景有点真实。话说下一弹就是我们GO的弹数咯，很期待。卡比兽火象，很期待GO的弹数。这个有出现东西，天蝎洛托姆皮皮，然后天蝎王，下一个是艾露雷朵 V， 后面几不良哇，来吧，下一包。我们保底啊，还没出哦。这次终于没有很早就把保底给开完，卡地狗。各位，我觉得这次在印刷上面的卡片的质感好像变好了，就看起来雾的那种感觉，好像变赞，就是它的表面好像有稍微处理过，感觉比以前更棒了。但是那个印刷线吼，就还是一样。耿鬼、野贼三姐妹。这个卡片的质感有变好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啊，我们要看到一张皮卡丘，最主要还是闪卡，闪卡也要变好啊。眷恋云，哇，它的特性是什么？爱之守护神。它这只宝可梦在场上，身上富有超能量的宝可梦呢，不会受到对手特性的影响，还不错。它后面的话是树柴怪。我们的宝底还没出，风铃铃超音符，
阿尔宙斯的手机，各位有玩过阿尔宙斯的人应该对这个非常的有印象吧。喜翠的风速狗来了，我们第一张 CHR 喜翠的风速狗也很好看的哦，而且还有我们那个喜翠的主人公。我想开皮卡丘的 CHR 啦，我很贪心，我就想要开皮卡丘的 CHR。卡比兽阿芒，哦，好像是 V Star，我好像是特殊的哦，有点亮。自爆磁怪 HR， 哇，为什么看到这个啦？自爆磁怪，哎，这张好亮哦。我们看看它能不能玩。它的 V Star 力量是电子星星。两颗电能够对对手备战宝可梦受到90点的伤害。嗯，这是拿来收头用的吧？哎、欸、，HR 这个，我天哪、啊，看起来就没有很好啊，应该是吧？啊，我看我们 CHR 能不能救回来一点皮卡丘，我需要更多皮卡丘，拜托了，又一张 V Star。是什么呢？索洛亚克 Vista， 耶、yeah, ！我们的封面，它的特性是幻影星星，在自己回合可以使用，将自己的手牌全部丢掉，从牌库抽七张。哇哦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哦，有绿牌的手段。后面的话是耿鬼，哇，这个有人一定很喜欢耿鬼的 CHR， 奈落后门，它的特性叫奈落后门。那卡片如果在700堆，可以在自己的回合使用一次，将这张卡片放置于备战区，然后。把这张耿鬼上面放置三个伤害指示物，哇哦，就是回到场上啊。这样我们 CHR 至少还会有一张吧，应该会有三张吧。泪球，机械手臂，你看小山索罗亚克超音符。哇，耿鬼耶！哇，哦，来了 ，V 卡来了。这张是自爆磁怪，果然是一族的。后面是花野怪。哎、欸，花野怪这边有一个细节，他这个镜子啊，后面的这个人的表情啊，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哇塞，大家知道花野怪是会让人有诅咒的嘛？对不对？天哪！万年怪 CHR， 哎、欸，真的卡片质感真的差很多，摸起来粉粉。这样我们三张 CHR 都开完了，后面不就没有东西了？机械手臂，还剩没几包了。哦，皮卡丘 CHR 啦，可恶，残念的死，火下。哦，狩猎凤蝶，可爱，皮皮。话说当初在看到日本释出卡表的时候啊，你们如果表情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，看起来很哀伤哎。剩下三包，最后三包了。我还有张 V 卡，来喽来喽。各位是喜翠的顽皮雷蛋呐、啊！哦不，暴雪王。哦，是喜翠的那个幽尾玄羽耶，没败没败。鬼斯通，各位最后一包了，有没有？还是有东西，而且是 Vista， 是一张 Vista。各位，是什么的 Vista？ 这是自爆石块盒是不是啊？气死人！哎、欸，我拿吃包十块盒的啦！天哪、啊，好，各位，我们总算是开完了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这是开到什么东西？皮卡丘很可爱的三张，超可爱，这个有够可爱的啊！然后 CHR 开到三张的话是花颜怪、耿鬼以及喜翠的风速狗。嗯，耿鬼这张还蛮好看的。应该说后面 CHR 的图呢，其实越做都越漂亮。光辉的部分一盒只有一张，开到的是喜翠大牛拉。
那在 IV 卡的部分呢，艾露雷朵，然后卷顶云，然后 V Star 的话呢，我有开到我们的封面索罗亚克，然后也有开到林美杜龙，可是没有开到他们的 V 卡。对，这盒算是有点歪啦，但我们主要封面神有抽到，还可以。那这边还一张顽皮雷弹 V。那最后面呢，就是我们这次的进化链，我们的自爆磁块 V 跟 V Star， 然后还附了一张 V Star 的 HR。我上一次也是开到 HR， 这次呢也是开 HR， 最近的 HR 越来越好，但是这次 HR 就有点歪掉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开箱。那下一次宝可梦的 PCG 开箱呢，是开箱 Pokemon Go 弹数的，很期待，相当期待。全图人物呢，里面会有我们各大的队长，对，然后以及一些，我想后面四组卡图之后，应该是会让人越来越兴奋。那我们今天 PCG 开箱的影片呢，差不多还没结束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右下角点喜欢，如果喜欢更多 PCG 开箱的话，别忘记我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